入到第四课单字，第七课单字，单字完了剩片语。好，我这边写单字完剩片语。OK，我们看一下片语。So turn to page 92. Thank you very much. OK,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Thank you. 来，今天到22了，同学，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啊。是不是莫名其妙教你半年呐、啊？是是，当然这里有不止半年的。我小上来那个国中才看到，真的就是半年了。OK，是的，OK 哈，幼稚园比较可爱，现在看起来就很讨厌。OK 哈，好啊，怎样？这半年，对啊，对啊。OK，好了，开始了，笔记自己记哈，笔记自己记。OK，我已经有送给你们笔记本了，不要连笔记本都不带，好不好？OK，这是一个读书的习惯，好吗？哦，it's a habit, a good habit. OK，so let's talk about the phrase. Thank you。好，来开始看片语。第一个，I know what you mean。OK，这不是片语了吧？这是句子的吧？是不是叫 I know what you mean？这个哈叫做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哦。OK 哈，你不要这样子哦，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哦，对不对？OK，你说我月半，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哦。月半，是哦。OK，I know what you mean。OK，好，你说我失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哦。你说我失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哦。OK，失无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哦，好不好？你说我月半，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哦。OK，你说我失掉，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哦。哎，写的工厂，OK，擦掉，没有这个了，好吧。So I know what you mean，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不用教了，这个需要教吗？I know what you mean，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懂你的意思。OK，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OK，to tell me what you mean，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什么意思？OK，好，所以说 What do you mean？你什么意思？第二个 plant off，这才是重点，好不好？来，这第一个不教，第二个哈，plenty of 这个字哈，来加上可数名词跟不可数名词都可以。Uncountable noun 叫不可数名词，countable noun 叫可数名词。可数名词可以加 s，不可数不能加啊。这个叫很多，跟它一摸摸一样的，叫做 a lot of 一样。a lot of 又等于 lots lots of，这样可以吗？没问题哦。好，来，一般来讲修饰可数的，还有另外一只叫 a number n-u-n。ber a number of 这叫很多，这个是 countable noun 加 s 的可数名词。另外一个叫做 an amount a m o u n t an amount of 这是加 uncountable noun 不可数的，不可数就不能加 s。好，这些都是很多，请你把它处理起来。当然了，还有了，对不对？好像这个 an amount of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a great g r e a t deal d e a l of 它也是加不可数的。这个也叫做不可数，a great deal of，这也是加不可数的，好吧？所以不可数再多一个给你，好吗？谢啦，学起来，不要到时候考出来不会，我都教了，OK？好，这是课外。课外，What's mean 课外？课外 mean additional. Additional meaning you have to learn more. You have to learn more, meaning you will be better. If you will be better, you will have a better grade. If you got a better grade, you are more proud. If you are more proud, you are Parents were happier, much more happier, right? I don't know. Every family's encouragement is different. So if you got a good grade, oh shit. If you got a grade, what your parents encourage you? 你爸妈会鼓励你什么？考得好的话，你这是英文证，你爸妈给你一个吗？买 iPhone，哎，可怜哦，进步那么多哎，你到九字头了。为什么自然爆料了？啊，你就是跟老师、跟爸爸妈妈说自然很冷。Miko 自然多少？哇，我、哦、真的考很难呢、欸，连 Miko 都76。真的考很难啊！哇塞，Miko 学霸都七开头了，哇，请说。哇，这为什么这次获奖出那么难？不知道啊，他就说，他就说，OK，好，来，许多哈，plenty of 可数不可数都可以，a lot of 那跟 lots of 也是可数不可数都可以哈，countable noun
OK， 对不起，我写反了。Uncountable noun 叫不可数名词 ，countable noun 可以加 s 的是可数名词。A number of 是接可数的 ，amount of 接不可数。Amount of 在高中还有一个叫 a great deal of， 这个是高中才考的。好了，帮你整理起来了，谢谢。不要只会一个哈。Plenty of 叫大量的 ，so there are plenty of places， 可数不可数都可以哦，就跟 a lot of 一样，好吧？第三个 at first， OK， 这个字来开始哦。首先。At first, F-I-R-S-T 当然其实你要用 F-I-R-S-T 就好也可以啊首先也可以就可以啊 OK 哈 At first 首先或者 first 都没有错啊或者是你可以写成那个 in the first in the F-I-R-S the first place P-L-A-C-E 这叫在第一个地方也可以直接翻首先 OK 哈 first F-I-R-S-T first of all 也叫做首先哇那么多首先首先通通都给你你看这边多好学英文长知识对不对还可以吃东西上课认真一点你为什么在吃纸啊哦糯米纸 OK没有，他吃糯米纸。哎，大东到底开了没啊？还没哦。哦，我好久没逛了，我好想逛哦。OK 哦，来，首先来，真的来来这里补习。首先 ，first of all， 你必须承认雷蒙是帅的。If you don't admit that Raymond is a handsome guy, you can go now. Nobody go. Thank you.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Take shit. Go.哎，说到这个哈、哦，你看我们讲 take a shit， 它是一个片语。什么叫 take a shit？ 哦，没有 take a shit。上大号没有这么好，上大号叫 I'm going to take a number one。OK， so I'm going to poo， 这个叫上大号。take a shit 是很粗俗的讲法，所以这个叫台语了哈。台语就是所谓的棒球比赛，简称棒球赛了，上来棒赛了 ，OK 哈。当然，这个就是棒赛。那中文就是拉拉屎，大陆讲拉粑粑，就是把爸爸拉掉，拉粑粑。OK 哈 ，OK， 干嘛偷看呐、啊？干嘛偷看呐、啊、？OK 哈，杨老师可以偷看。OK 哈，是。然后你知道吗？我们这样讲 take shit 就是能不能拉屎？然后因为我儿子就是五岁那个，他还不太会，因为他五岁而已啊。OK 哈、哦，然后我就很自然的，他就说：“爸爸，我要大便了。”我太自然 ，Are you going to take a shit？ 太自然了，不可以跟小孩讲拉屎，这样不好听嘛。可是爸爸，我小儿子笑，哈哈哈。我说：“你在笑，爸爸你要拿大便了、哦。”我说：“为什么拿便 ？”You say take a shit， take a shit。所以在他的理念当中，他以为我要拿大便。对了，是从肠子里面把它拉出来。因为他喜欢听我嚼屎。哎，为什么录影呢、啊？可恶，两个请假呢。哦，有录影。OK， 好了，擦掉了啦。首先呢、啊，就这样了，讲完了啦。OK， 好 ，take a share。为什么 ？OK， 好，拉屎哦，会哦，哈，拉出大量的屎 ，take a plenty of shit。OK， 好，好了，不要讲这个太难听了。首先，好，起初一开始 ，OK， 好，来 ，just me， 起初不喜欢芭乐，但他很喜欢吃芭乐。嗯，看到我鬼，看为什么吃芭乐 ？OK， 知道，哎，在台语讲芭乐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不知道，黑道对手榴弹，我叫你讲芭乐，就是给你一颗手榴弹。哦啊，我请你吃。我请你，你知道吗？哈，那个港式有非常多的，对不对？啊，他们都叫什么记嘛，对不对？你姓叶就叫叶记嘛，你姓陈就叫陈记嘛，你姓林就林记嘛，你姓王就王记，都是港式饮茶，或者是那种叉烧饭啊、三宝饭，对不对？那你不知道台湾最喜欢的是什么？它是连锁店哦，而且是港式叉烧三宝饭的连锁店，全台都有最多的哪一间？庆记。我请你请，我请你吃庆记。我记得以前是叫什么三四年级的时候。听不懂庆记。枪。枪子是什么？子弹啦、啊！我请你吃庆记啦！真的是很逊哎、欸，连台语都不会。OK， 庆记哦。好，来往下，那我讲下面那个你听不懂啊。美而美汉堡那个时候不是一窝蜂的出来，因为汉堡一开始是麦当劳，麦当劳他用的是牛肉，很多人不吃牛肉，所以美而美创造了猪肉的汉堡。然后猪肉的汉堡有人喜欢加什么什么，对不对？那通常那个时候都是蛋肉分离，
所以就有个阿嬷去帮他孙子买那个汉堡，然后那个老板就说：“哎，阿嬷哦，哦，阿丽汉堡要加蛋不？”阿公好哦，啊，加蛋给我看下，阿丽我来外口等。好来我看一下第四个的 hard work pay off。OK， hard work 就是认真努力工作。记住 hard 这个字聊一下哈。来，我不全讲 hard 这个字，来看上去，如果当作形容词的时候，形容物、修饰物叫什么？对，修饰物叫硬的哦。OK， 修饰物叫硬的哦。当然也可以修饰事情，修饰事情叫什么？如果修饰事情叫做困难。OK， 哦，比如说数学题目太难 ，Oh my God， the question， science 这次的 science paper， 这次 science test paper is hard， 太难了，可以当困难。OK， I'm so hard， 怎么办？我很命苦啦，是不是？我很硬，我很硬，你是物哦，你是物哦，我太难，我太难，对啊，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呢？哇，这我太难了，对不对？他们喜欢讲这个，而且我太难了。OK， 好，那还有什么怎么讲是换换换方式跟我们不一样？我太难了，然后讲什么？不是，他们讲的根本不太一样。我太难了，然后怎样？哇，这样，我太难了，这是太难了。不过赚了个钱而已，至于吗？他们喜欢讲至于吗？他们喜欢这样讲至于吗 ？OK， 好，形容事情叫困难，形容东西叫做硬 hard， 这样会哦。那形容同学动词的，形容动词哦，形容动词叫什么？形容动词，用力、努力或认真。Study hard, S-T-U-D-Y， 这叫做认真读书。对不对 ？Work hard 叫努力工作，是不是 ？My boyfriend hard， my boyfriend， 为什么你国二都会笑了 ？OK， 保仁你有笑吗？没有，保仁没笑，因为保仁都戴口，国二现在口罩拿下我认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保仁你拿下我认你一下，快点。快，我让我看一下你有多帅。你跟你姐长一样吗？不一样。OK。你化成灰我都认得你。OK， 你不用把口罩，也不用戴口罩。OK 哈，真的哈、啊，你那个路上那个灰有没有看啊？哈哈 ，sexy 啊！化成灰我都认得。你多小就来了，对不对？那不要说 David 化成灰泡在水里面被人家喝掉拉出来的屎我都认得出来。做什么 ？OK， 好了 ，HRT hit hard， 打我打得很用力啦，好不好？我们不要用刚刚那个色情的例句，我们 Brian 不喜欢，我们 Brian 是正人君子，不像阿 K，OK 哈，阿 K 是正 OK 哈，正统小人，对不对 ？OK， 整天没想色色的事情，跟那个 Rossi 一模模一样样，是吧 ？OK， so hit me hard， my teacher today hit me hit hard， 打我打得很用力，啊打啊打。啊，这可以当用力，可以当大力，对不对 ？It's very hard， 所以 hard 这个字可以当形容词，可以当副词哦。所以修饰动词这三个在这里通通是副词哦，它不是形容词哦。这三个在这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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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都是副词哦，副词才能修饰动词哦，都是副词哦，副词才能修饰动词。好了，笔记自己写了。所以各位同学，这样会吗？Hard 在这边修饰动词当副词的时候，就是这几个我就不写了，它可以当副词。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字 hardly， 老师我知道形容词加 ly 就变副词，所以是它不是哦。Hardly 它是副词没有错，但是它不是用力、努力、大力、认真，不是，这个叫什么？几乎不，它是否定字哦。几乎不知道几乎不吗？就是你姐姐的老公姓不，几乎不。你姐老公你要叫什么？几乎嘛，对啊，这里有几乎的举手，未来会有几乎的。David Brian， 你们两个都有姐姐，还不举手？你姐嫁不出去，你姐说她不嫁，她说要靠爸靠一辈子。不一定啦，真的爱情就会改了，真的啦。我也觉得他不会。你姐就是那种改不了吃的动物。
哦，玄宁这个姐姐就好了，个性又好。阿傻大姐，问她一加一等于多少，她会说三。是哦，对，三呢、啊？阿 K， 你爸爸成大数学系教授呢？你跟你爸爸说爸爸一加一等于三，你爸爸会气到从成大跑来杀我哎、欸。OK 哈、哦，几乎不，他是否定字哦。OK 哈、哦，否定字哈。OK， 他是否定字，谢谢。OK， 好吧。OK， 我觉得轩你很棒，教他姐姐英文，我教完他立刻就吸收。读男女的真是强，我教那个高中英文真的很好。对对啊，你姐姐也不错，坦白说。啊，然后那三个男女的，我现在教最厉害的还是那个玉宁，哇，超强，他这是考91分的，哎，高中英文要考90分，超难哎，超难，所以我的高中英文只要90分，哎，我高中未来如果高中给我教，跟你讲一下哈，80分就有钱了，国中90分才有钱哈，85，我先跟你们讲，让你们有个未来有个憧憬 ，OK， 好不好 ？OK， 好，好来，同学，这是奖学金，这是高中的，国中不一样哈，国中是90分多少？100。对不对？100，然后95也是100吧，哈，95200啊，100分就300，来80分高中就100了，85300，90500，951000，100分3000块，对，请来，我教了这么久，15年，整整15年，发过3次100分的，15年只有3次，只有3次月考，95的大概10次。90的大概20-30次有，大部分都是在这里，大部分都在这里。OK， 好，大部分都在这里。所以这次你看，我就要给那个玉宁500块了，我的妈啊，天哪 ！OK 哈、哦，但是高中生英文真的要考到90分以上非常难，即便你是英文非常好，要考到也很第一个题目多，就像去年中正这次月考高雄中正高工，你猜第几题？月考，这次月考出120题耶。写不完啊，很多学生都写到100题，已经快死掉，20题后面20题就用猜的啊。如果真的是遇到这种老师神经病，出那么多20题写不完，通通猜 C， 就是 C， 对，都是选择题，没有比较好写哦，没有比较好写哦，真的哦，没有比较好写。OK， 几乎不啊 ，hardly， 它是否定字啊。OK， 比如说 I hardly， H A R D L Y， OK 哈、哦、，I hardly， OK have。Drink, D-R-I-N-K, 这番我几乎不喝酒，可以吗 ？OK， 跟爸爸讲 ，I hardly have a drink， 我几乎不喝酒，好吗？你爸，好吗？想喝的时候找我，谢谢。我知道他压力很大 ，OK， 我可以陪他，真的。OK， 好了 ，hardly have a drink，OK、okay, 哈，这个叫几乎不，好了，我们就往下看了。OK， the hard work paid off， OK， 所以没有白费苦心呐、啊，对不对 ？OK， 我多年前开始画漫画，现在有自己的书了。OK， I started drawing comic many years and now I have my own book， 有自己的书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啊，例句 ，OK， that's amazing， the hard work paid off， 这个 pay off 就是值得的意思，所以 hard work 就是这个，哎 ，hard work。Hard work， 看 work hard 这个 work 是动词哦，修饰动词叫努力工作。那 hard work 呢？这个 hard 就可以像辛苦的，对不对？很困难的，很辛苦。这个困难也可以当辛苦，再补一个辛苦。OK 哈、哦，辛苦的，所以 hard work 辛苦的工作，这叫辛苦的工作哈、哦，很辛苦的。It is hard work， 很辛苦的工作。OK， 辛苦的工作，名词嘛。OK 哈 ，pay p a y pay off， pay off 就付钱，付的全部付出去了，这叫付出很值得，所以这是很值得的意思。辛苦的工作，一切都值得了。在这边上课辛苦，但一切值得，对不对 ？Pay off， OK， 所以 hard work paid off 就辛苦工作值得了，那就是翻成怎样，没有白费苦心。好来，白费苦心怎么讲英文？谁会？奖学金3000。白费苦心，没有白费苦心，叫 hard work paid off。那白费苦心，我就知道，白费苦心，或者另外一个叫做徒劳。我写徒劳，你会写什么？为什么不是蟑螂，是蜈蚣呢？所以，徒劳蜈蚣，蜈蚣是这个蜈蚣，不是那个蜈蚣。没喝酒。
跟这里一个字一毛没关系，没有 work， 没有 hard， 没有 off， 没有 pay， 通通没有，有背才有分，没背就没分。大家试试看，奖学金3000块，随便乱念，搞不好就中了。啊 ，tire 累，没有，那你没教过了？当然没有啊，啊教过怎么会3000块？就是故意骗你的。聪明的小孩用手机查，不仅没有3000，还要给我3000，真的。好啦，想去 ，OK。Invent V A I N 呐 ，OK 哈 ，Vain 就是空 ，Invent 一切成空就叫徒劳无功。Everything you did is nothing but in vain。你所做任何事不只是 ，and is nothing but nothing but 就是仅仅是，只不过是徒劳无功。对不对？人家根本就不喜欢你，你做这么多殷勤干嘛呢？是不是？人家 Cynthia 喜欢是帅哥，你长这样有钱也没用啊，是不是？是不是？阿 K 就跟你年纪差太多了，而且我的帅不是他可以挑，他的帅就到他喜欢的帅到这里 ，OK 啊、哦，地平线他喜欢的帅到这里啊、哦，比如说 Debbie 的帅在这里 ，OK 啊、哦，那个 Jim 的帅在这里。OK 哈，地下室去了。OK 哈，那阿 K 的帅也在这里，对不对？好啊，这是辛西亚喜欢的帅，雷蒙的帅画不到，那就不画了。OK 哈，所以到四楼去了。OK 哈，没办法，我刚这样跳，膝盖好像受伤。哦，你喜欢 Miko， 今天只有他而已啊。哎，如果这三个你会挑谁 ？Miko。Rosie 还有 Charlene，Rosie 比较好啦，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 Rosie 比较好吗？听不懂就算了 ，OK， 好，上课。就这样，不是，听不懂就算了，听不懂就算，那个是18禁的东西，没事儿，是啊，就是啊，所以我不解释啊，听懂就听懂，听不懂就算了 ，OK， 没有这一次 ，The hard work pay off， 这个很值得啦 ，OK 哈，努力的工作很值得，我们往下看第五个 ，Out of blue，OK，、okay, 来，这个超难的 ，Out of blue 哈，来。Out of blue 叫突然间出乎意料的，来，我们写同义字好不好 ？OK， 好，来 out， 这没有背谁会啊 ？Of， 因为我们又不是他的母语，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怎么知道 out of blue 叫做 hello， 喂，一二三 ，hello， 不，高中会教，高中一定会教，好不好？期待高中，好不好 ？OK， out of blue， OK， out of the blue， B L U E， 突然间 S U D D E N。ly 等于 o off s u d d e n， 所以 all of sudden 就等于 suddenly， 就等于 out of blue， 突然间，好，一时汹汹突然间，我唔知要如何，想要问你有影无？有听过这首歌吗？你讲不只回事，是我的乌白想。忘了 ，OK， 好，陈雷的 ，OK， 陈雷大哥，好来 ，suddenly， 突然间 ，OK，all of sudden，out of blue， 突然地，突然怎么样 ？OK， 好，刹那间 ，OK， 甚至你可以说，好，就这样，先教这个就好了，不然你学不完。OK， 第六个 ，no use，OK，、okay? it is no use， 其实 no use，OK，、okay? 好，第六个 ，no use。它其实可以等 useless， useless 就没有用嘛，这是没有的意思嘛， use useless。那相反的有用的叫做 useful， 相反用箭号，相反用等号 ，no use。OK， 所以最喜欢讲的是 it is no use。OK， 这是没有用的。那 it is no use， 它是没有用的 to。那一般来讲用 to cry， 但是因为这是成语哈，它不太一样。C R Y I N g crying over S P I L T spilled milk， 谁会这句话？试试看。It is no use crying over spilled milk。猜猜看，哪个字不会可以问我？
spelt 叫做撒出去的，撒在地上的，漂亮。为什么是牛奶呢？既然你讲是覆水难收，为什么我们用牛奶呢？所以应该不是覆水难收，是什么难收？水啦，覆奶难收。的确年过四十之后就知道覆奶真的难收，都跑到手臂下面跟后背，所以要这样靠回来啊，用那个固定住。好，不要理我，不要理我，不要理我。女生懂，男生不会懂。哦，我为什么会懂？因为我卖过内衣，真的。我在台北当两年内衣销售，真的。然后说我们还卖那个什么，那个马甲、推推子、代理，然后找到那个代理的明星是隋唐，真的来我们办公室，然后就这样走给我们看哦。那时候他还没红，真的，他还没红。然后后来我们都已经准备公司要开张了啊，我都知道怎么量，我都会了哦。哦，我是投合伙人，我丢了400万台币，很可怕吧？因为那时候我在台北一个月薪水至少10万块。哎，隔天我们准备要去剪彩的时候，早上一到办公室，发现通通空了，跟我们讲的那个人卷款而逃。所以我跟另外一个另外两个股东，大股东，我算大股东，跟另外两个大股东还有他，哦，四个，然后他不见了。然后我们三个早上去准备剪彩，我们三个就在那边一直骂脏话，400万就这样没了。对啊，怎么抓？后来找不到啊，动用所有关系，听说到大陆去，然后那个厂牌跟我们谈要不要要交钱啊？因为那个是从国外订的厂牌要交钱，我们说没有钱，我们真的没有钱，因为钱已经被那个本来引进这个厂牌的人拿走了，所以我们没有钱，怎么办？只好把那个品牌让给另外一个人。然后他没有找隋唐，他找那个小 S 代言，所以小 S 那时候代言那个推推纸，你自己去 Google 推推纸，脂肪的脂，就是把你的脂肪，它是那种机能型内衣，你叫推推把你的脂肪固定住。OK， 那一套就是我们引进代言的。听说一套不是听说一套内衣要10几万，卖到缺货。哎，如果那个时候是我们这样，我现在教补习班，呸，在哪里？肚子痛。OK， 我现在就在家里数钞票环游世界，可惜，很可恶啊！现在把我抓到，我一定把他鸡鸡拔掉，塞他嘴巴，真的。OK， 好，这叫覆水难收啦。什么叫覆水难收？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无法再收回了。It is no use crying。对撒出去的牛奶哭是没有用的。It is no use crying over spilt milk。对，世上没有后悔药，也可以用这句话，对不对？你有没有损失到？那就好了。对啊，那就好。我400万嘞，400万。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在台北那个时候学生超多的，随便一间烂补习班都有300-400个人，因为那时候没有少子化。我那时候在大学 ，OK。然后我的课是从礼拜一排到礼拜天，天天塞满，所以我超累。早上、下午、晚上上课哦，早上3小时，下午3小时，晚上3小时。礼拜一到礼拜天哦，所以其实我是很辛苦的，但我赚蛮多钱。那时候我钱都存起来，我准备要还我爸妈的债。那时候我太贪心了，我就想说啊，那我可以投资，可以赚更多，还更快。结果这一去没了，我那时候我瞬间暴瘦哎。真的吃不下，你真的是干，因为你那个心就很担心。你有没有曾经担心过一件事到吃不下？有吗？没有，有吗？成绩到吃不下哦，茶不思饭不想哦，小六，你看这个就是一副天塌下来照吃，没有，有，担心什么？哦，那个会很错嘞，就是老师已经针对要处罚你了，对不对？看啊，啊丢什么啊？那、哦、
哦，我以为丢钠。以前我们都喜欢去化学室拿钠，然后丢水，会怎样？会爆炸。对，因为钠不能碰到水嘛，就把它当作水运用在玩了、啊。按照我们以前就是用国中啊丢丢丢到那个整个池塘的青蛙都被我们炸死。啊，对啊，青蛙就在里面就被我们炸死了，鱼也都死光了。结果我们被罚半吨一个早上、欸，哎，这样拿椅子顶那边拿半吨一个早上、啊。哦，啊，我们以为是炸死啊 ，OK， 好开心哦。第几集？地上几集？第几集？是哦，你知道我曾经教过一个学生，他是雄工化学系。然后她高三的时候交男朋友，然后被她男朋友甩了，然后说老师，我想了一个杀我男朋友的方式。我说什么方式？很可怕、欸，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做，她很可怕。她说我们化学室有钠，我把钠切小小块的，很小块。我说多小块？可以放到胶囊里面。她说要把那个钠切下来放到胶囊里面，然后骗我那男朋友说是壮阳药，吃下去，然后遇到胃酸。爆炸，哎，有没有可能？有、哦，但是一定会受伤啊，不会死，但是会受伤，对不对？剂量太小，那如果一次叫他吃十颗呢？有那个壮阳药，壮阳药，你说你吃十颗，我今天那女生，你吃十颗，我今天晚上让你一百次，拼了命也吞了嘛，一吞下去，对不对？蹦蹦蹦蹦蹦，就像那个阿嬷蹦一个真大声 ，OK 好可怕！一个高中生怎么会想这么对？可是你配水，它不会瞬间，因为胶囊融化需要一点时间，大概是三到五分钟。我们吃所有的药，胶囊到融化，因为我知道原因，是因为我曾经胃病，然后就吃什么就吐什么，然后我想说，我就医生就开药给我吃，我就吞不下，然后这一吞下去，医生就说试试看吞下去，然后我不到两分钟吐出来，那个胶囊就软软的，然后那个胶囊就是有点。化开，但是还没化掉。然后医生说胶囊融化是三到五分钟，所以到三到五分钟你配水下去都没问题，因为它三到五分钟才化掉。三到五分钟胶囊化了之后，里面的药才跑出来，那才会爆炸。好可怕的杀人法哦！这个应该在柯南里面要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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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这样？就是不要你讲。噔噔噔噔噔噔，好不好？你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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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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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你讲你讲，绝对不吵你，绝对不吵你 ，OK 哈。哆啦 A 梦屁股大，好了，你讲你讲你讲。OK 啊，快点 ，Get up for， 好烦了。好了，你讲了，快点，你讲了，干，我们课多开心啊！哦，讲，不行就是讲，你不讲哦，你不讲，这里这辈子都不要讲了哦。快点，我擦白板，你讲。好了，不要弄他了，不要弄他了。好了，俊，赶快说啦，我们洗耳恭听啦，屁股洗干净听你啊，不，耳朵洗干净听你讲。俊，不要动手，动手了就输哦。你看那个超派，他动手他就输啦，知道这个新闻吗？超派跟 Toys 啊 ，Toys 去说他的东西难吃，超派受不了啊！啊，这些 Toys 真的是嘴贱到不行，对不对？啊 ，Toys 就揍他啊，不，超派就揍他。你看现在谁倒霉 ？Toys， 哎，他直接告他杀人未遂啊！如果真的成，他至少关20年。但是应该关不成了、啊，因为他只有打几拳而已啦，就是伤害啊，不到杀人未遂了，所以动手就做了，赶快讲，我给你机会讲，快点来，快点。对哦，他跆拳道嘞 ，OK， 快点啦！不要再等了啦，我要让他讲了。他等一下生病怎么办？你们两个再出音乐，就两张考卷带回家写。他快哭了，不要这样，赶快。你们刚刚为什么不唱歌？为什么不唱歌？为什么不唱？为什么不阻止他？
好了，David， 你难得来上我的课，不要笑到中风啊。OK， 明天照报纸，台南市长荣中学某个跆拳道选手，因为上某补习班的课太过欢乐，中风死亡。好了，上课。Afford 这个字叫负担得起，也就是买得起的意思。OK， 哈 ，I can afford it， 买得起。但这个字哈，通常不会用肯定哦，他习惯就是用这个字 C A N 点 T， 加这个进来就负担，就变成不起了，这就变买不起了，知道吗？啊，很习惯用否定 ，can I can afford it， 我负担不起了，所以 I can afford 它是直接加受词，可是如果要加动词的话，它是加不定词 ，I can't afford to buy it. OK, I can't afford it. 我负担不起。I can't afford the house. 我买不起这个房子。I can't afford the car. 我买不起这个车子。好了，好了，好了。I can't afford the child. 我负担不起这个孩子，别生了。OK, 好，就在肚子里面就。不要这样，动手就输了。OK 哈，不能动手就输了。好，什么样都不要动手，怎么样都不要动手。我曾经就是跟人家吵架，但我不太会吵架。如果吵架，我真的有点逊。OK， can't afford to do something， 好，负担不起哦，负担不起就是不能冒这个的险，对不对？你可以冒这险吗？不行啊，是不是 ？Can't afford to do something。OK， I can't afford to be 加形容词，那 to be 就是 to do something， 一样的意思，只是我的 be 就是。动词原型嘛，啊，只是自己喜欢加形容词，所以另外一种也可以这样子，不是等于啦，就是另外一种讲法，好吧？哦，负担得起，买得起，经得起，所以经不起。看例句 ，Tomorrow is beginning of the competition. OK， 明天是早上比赛哦。I can't afford to be sick， 我没有办法生病。I can't afford， 没有，我负担不起生病，所以不能生病，对不对？明天是联考，是不是？上个礼拜六日、五六日三天大学学测考完，对不对？我都跟高三说，这个礼拜好吃好睡，不要再读过头了，对不对 ？You can't afford to be sick， you can't afford to be weak， 连不要说 sick， 连 weak 都不行，虚弱都不行。OK， 好，你要养好自己的身体，吃饱饱，睡好好，对不对？哦，好，打好打满。打球啊，运动啊，打好打满，那不要受伤了，好不好 ？OK 哈，好了，就这样。题目现在开始写一到十题哈，来，我们轮点轮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再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OK 哈，啊，剩下的待会会继续。不用担心，十到阿 K 嘛 ，OK。所以等一下如果有人的话，第一题是 Debbie 哥，好，给你两分钟时间写，我去拿我的水来喝，快点喽。我昨天带我的那个讲义去给高国三的学生看，结果我跟他们讲，这个是我的太太。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这个啊，这个啊，你写的，就是这个讲义嘛。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他们就问我这些老师是谁，我说这都是我的外师，这两个回他们国家，这个回南非，这回英国了。OK。哦，要写哦。班上排名多少？班上排名多少？爸爸退步呢？
你是有意的。我什么不知道 ？OK， 好了，第一题 Jim 给我答案，题目连答案念出来啊、哦！口语训练的时间到了 ，Come on go，the students go。再一次好不好？我恍神了，一个字一个字念清楚。The students 不讲话。Okay, so the students can take the test again in Mrs. 来，过年是 Mrs. Yeah, Black. Okay, 布莱克，不要给我翻黑太太哦，是布莱克太太哦。哦 ，Black, Black， 没有办法再考试了哈。什么黑太太哈 ？Black 这要翻布莱克哈。所以 again, A G A I N， 我需要写吗？不用哈，应该你可以哈。A G A I N 是吗？答案是 again 吗？我们有这个字吗？有吗？有 ，again， 再一次考试。好，第二题 ，Cynthia， 那个名字念 Philip， 第二题，你念到第三题了。哦，好吧，第二题你再念一次好吗？它是 I 开头 E 结尾的单字，写出来了，所以不会念。为什么不会念 ？I 开头 E 结尾的单字是哪一个 ？Improve。One more time, improve. OK， 好，我再写一下好了。来，第一题 A G A I N， 第二题 I M P R O V E。Improve, OK, 好，来再一次，整句念给我。Phillips needs to improve his health. Go. 再一次，快点，快点啊，快点啊。Philip. His health. He's getting very.Fat, OK， 他变胖了 ，OK， 菲利普需要改善他的健康 ，improve 叫改善或叫使进步哦，好不好？来第三题 ，OK， 布莱恩那个名字念 Isaac， 哥听不懂，听不到，儿子哥 ，Miko 你听得到吗？对不起，我不好意思老了 ，OK 哈，耳朵有问题了 ，Isaac met 什么？再一次。Okay, so made up, 犯一个 mistake, 很好 M-I-S-T-A-K-E, mistake, 犯一个错误犯错的错用 make, 哦 make a mistake, 他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 Okay, made a mistake in a raid, 这要念 raid, 不要念 read, 因为过去式了哈 Read the wrong book for his class, 读错书了 Okay, 第四题来 Akiki OK， 第四题是 notebook， 简单了、哦、，notebook 可以当笔记本，也可以当笔电哦。谢谢。第五题，来，大卫的 ，David 的，脑残要有限度。的了的了了了了，哎，什么？你答案是什么的？什么 ？The safe， 安全哦。The safe department at the is very famous 你。你真的吗？明明就不是。University， 好，还算有救哈。最后来 ，science 叫科学，对不对 ？science 叫科学，可以当自然，所以自然科学。哦 ，department 叫科系 ，department 这个字聊一下哈 ，D E P A R T M E N T 这个字以前我们翻它叫部门。
政府部门 ，OK， 或者是各个局处的部门都会用字。所以 department store 为什么 department 叫部门？很多部门的商店就是百货公司，因为百货公司它不会只有卖玩具，它不会只有卖衣服，它不会只有卖床，它不会只有卖家电用品，它什么都有。什么部门的商店 department store， 那就叫做百货公司。那 department 还可以当科系，什么什么科系？这里有没有人确定以后要念什么系？阿 K， 你只能念数学系啊。不知道，你爸爸念数学系，你不念数学系，我都叫你姐姐直接考成大数学系，去找爸爸当指导教授，这样子论文随便写一写就过关了。哦，是哦，他说他喜欢盖房子。哦，是哦，你姐要盖房子，你姐说要考生物科技，我一直鼓励她。对，她说。哦，真的哦。好 ，OK， 好吧。哎，有没有想过自己要念什么科系？虽然你们很久，体育系可以 ，OK 哈，好吗？有吗？没有。对，什么系？药科类，那就考中国医或者是加南大学当药剂师，超好赚。然后懂药剂师，那你的化学又很强，你化学还好吗？哦 ，OK。没有啦，物理跟化学分开，要么物理系，要么化学系。好、哦，啊，像万泰，我们昨天吃尾牙，我就问他、啊、，OK， 我说万泰老师，你对我说化学真的 啊，那个网络上讲的那个制毒品化学的都可以治，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只是抓到判很重，不会想要去做。然后我就问他每一种毒品的那个学名，他就讲给我听，那是什么氢啊，什么什么什么啊？我说啊，做出来，他说做出来就是纯度的差别而已。好，跟熟度跟味道，我说所以真的你可以制毒，他说可以，真的可以制毒。我说我们不要教，我们来制毒。他说我厉害，丢三十单嘞，抓到30年起跳，真的在台湾卖毒制毒比杀人还重罪，杀人有可能不是真的那个，然后你只要吃个狗大便就精神有问题嘛，他就觉得你进去就是15年10年，然后你如果判10年，你在里面表现得很好，一半就可以假释，5年就出来，可是。卖毒、制毒30年起跳，所以在台湾杀人没这么重罪，制毒重很罪很重。我们听一听，算了，OK 哦，很可怕、啊，很可怕、啊。所以毒化学系厉害哦，都会制毒。所以我说，哇塞，万大老师，那你可以自己住，你不要卖，你自己住，自己嗨，对不对？对啊 ，OK 哦。好可怕 ，OK 哈，好，来就这样抓吸毒，抓到也是要关了哈，台湾吸毒也是要关了 ，OK。所以的 Science Department 叫做自然科学系 ，at that university 叫做大学。来，再共念一次 University。Yeah, it's very famous， 很有名。好，第六题 ，Miko 来。OK, so several, OK, 很多的学生、哦、第六题在这里 ,SEVERAL, 这是几个学生，他一定加可数复数号。Several students were in the nurse office, 在那个医药室保健室，对不对？因为叫做我护士办公室 with the flu, 带着流感。OK, 第七题进。German。你不知道答案。I use this German to help me with my homework. 这个字你不会。我会念，但我写的。啊，你要可以 ,DICTIONARY, 试着念念看好不好？来，真的不会的，我再教你一次哈、哦。拜托，母音发音规则先找出来。第一个先找母音，母音来。对啊。可以吗？第二个前拉拉，前拉拉，把前面的音拉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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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后抱，后抱抱，前拉拉后抱抱，后面抱起来，音节分出来了。T I O N 对不对 ？Addiction OK 啊，你看哦，来母音哦，这后面不能抱，后面已经被拉走就不能抱了，对不对 ？OK 哈、哦、啊，这边都完了，所以同学 Dick 不能是 Dick， Shen Shen 那 A。内日译 ，regarding to dictionary，
对啊，这样就会念了。OK， 好 ，dictionary。OK， 好 ，dictionary， 这个叫做，这叫什么 ？OK， 字典啊，这德文字典啊，对不对？就像德语，我们这里有一个中台湾跟德国的混血儿，他叫 Edgar， 他爸爸就教我一个德文。OK， 那这个德文很棒。OK， 很好学。屈，后面是屈，屈什么意思？再见了。去死，不是去死，去死，去死。所以德文的再见，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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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语哦，语哦，要很重要，去死。OK 哈 ，I've 一 ，OK 啊，我请他念一到十，我只有学一，因为其他都不会，太难了。OK 哈，好了，我们就往下看了。来，第七题叫做 Dictionary， 第八题，下面一位。这个字念 Jaga，B 不念 Jaga， 雅各。继续啊。OK， 好 ，borrow 他要借 ，so Jago，OK，Jago wants to borrow，B O R R O W，borrow my camera for 2 days， 借我的相机啦，连相机都不会念，惨了你 ，camera。第九题来 ，Brian。So my mother went on， 对不对？好，我妈妈要去，那个 F 开头 ，Y 结尾。Finally 吧，哦，最后还是去度假了 ，OK， 因为它应该是副词啊，这里边的副词 finally， 最终还是去度假，本来说不要去，最后还是去了 ，OK。Finally went on a vacation last week。第十题，来，阿 K 完美的 nearby， 你要不要再念一次？Near 不是 near，OK、okay, 哈、哦，只是想喝的 nearby near 附近，很棒，谢谢，翻过来，谢谢，我们就往下看 ，OK， 好来，本来一人一句好了，好不好？就开始一人念一句，直接从 David 开始来，一人念一句哦，一句哦，一句哦，哈、哦，不要超过一句，一句就是有逗号，不有句号有问号就换人了啊，接下去接热哈、哦，我不希望有断掉哦，就是一口气，好，大家把它接得很清楚好吗？所以你要很仔细聆听上一位。如果待会谁漏钩了，我这一杯冰水就会在他头上了，好不好 ？OK， 预备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Conversation. OK, near Jay's apartment. 好，谢谢 ，Debbie， 开始。第一个就破功了。第三个了。You need to notice.Noticed. You 干嘛多念一句啦？弄脏我的水。好，下面一位。哆啦嘞，哆啦 A 梦好不好？哆啦。Doris。Leave Doris Doris 不是 Doras 我知道啊快点你是不是害到自己 ？Church， 你连这个字都念错，你死定了你！上帝不处罚你。
an hour. Megan， 没你个头啦，逗号嘞，又来了。你是在念啥？你要念英文好吗？谁叫你讲德文啊 ？Improve， 今天念三次了啊、哦！你怎样 ？Probably， 什么 probably 乱念 ？OK 哈、huh? ？哦，我快中风了，快中风了 ，Brian， 快点！没有 fuck 这个字。Mistakes， 什么 mistake？ 对啊，他就转弱化音 mistakes。take，s 后面要碰无声，碰无声变有声 mistake， 不是 take，mistake。来看这里。S-T-U-P-I-D， 请问你是念 stupid 还是 stupid？ 对，因为无声碰无声要变有声 ，stupid。OK 哈，好。Mistake。Spin 不是 spell 是拼字 learning English many years yeah oh 快中风了听你们念真的快中风了 OK 哈真的快死了好了这样念完你有懂意思吗我觉得你们没有因为你们只是照字面的发音没有真的懂他的意思哈真的是要不要挑战一下有没有一个人就一个人就好了就整篇念完然后很顺畅的把它念完有没有人想要挑战一下快点珍珠奶茶决定啊哎一个字都不能错哦嗨一个字都不能错哦好错了 noticed 对啊好了再给你一次机会差一点Missed. Probably. Yeah.Plenty. Quite sharp.还不赖了，错四个字了，好不好？珍珠奶茶有了，好不好？啊，四颗珍珠给我吃，你就吸四颗出来，因为错四个字啊。速度可以，发音漂亮，只是那些字他不会念的不熟。OK， 好，我给，好不好？珍珠奶茶，还有人要挑战吗？
试试看啊，错四个字我都给了，错五个字以内都给，就是要调让你们有勇气一整篇念完，顺顺的把它念完。当然可以啊，没有人要挑战哦，你可不可以试试看珍珠奶茶、欸、还是啊你不能喝茶，那真奶不要茶，那个黑糖奶，东洲黑糖奶，黑糖加牛奶，你要好来来来来，I'm here, I'm here. I'm here. I'm here. 继续。Church, 不是 charge. Charge 是杀人的一个 charge. 那个是王世坚。不要紧张，慢慢来。嗯哼，很好 ，Good， yeah， oh yes， 又来了，又来了。妹羊妹妹妹妹妹妹妹背着洋娃娃 ，mistake， 不要影响他啦。Quite。Sharp. 你不要吵了。 Kept practicing. The hard work and your knowledge is very clear.Clear， 不是 clear， clear 是一个女生的名字。Clear 不是 clear， OK， 你错五个字，多一个字，好，可以了， OK， 五个字以内都可以，刚好五个字。啊，对，你刚刚一直影响他，所以你那一杯给他， OK， 好，那一杯给他。快点，还有没有要挑战？快点，我没时间了哦，再十分钟我要上课了。你太紧张了 ，David， 太紧张了。OK， 其实不需要紧张，轻松惬意的就可以把它念完了。OK， 没有，我觉得你的口罩拿，因为你口罩戴上去你会缺氧，吸不到空气。挑战一下啦，这是鼓励耶。哎，你看我用鼓励的方式，请你把它念顺，而不是说每个都要念，念不好的你也好的戏。谢谢啊，展现一下学姐的风范。为什么？你在笑什么？笑 Cynthia 啊？笑他们两个？学姐的风范，对啊，不然呢？对啊，展现一下学姐的风范，还是展现一下学姐的触范？触范最近很红哦。
因为 Toys 跟超派说你他妈醋饭超难吃，他就揍他了。对啊，OK。为什么？你没有看到那个丢外地的？没有。哦，对哦，对对对，叫不要找女儿啊，对。哎，我觉得他在他女儿面前打他不应该。OK， 没有人挑战哦，确定哦。来解释一下，好可怕，还可以的。两个虽然念的2266啦，但是哈、哦、，OK 哈、哦。Hey, I noticed that you're missing. Can I help you? Yes, I'm sorry. The daughter is near, lives nearby. Yes, and who are you? I'm Wes. I'm worried with Doris about Ruth from some books and a Chinese dictionary from her. I'm Jay, not Gay. My brother and I live in the same.Building a story, so great. I finally finished it and I'm here to return these. Oh, okay. So you just missed her. She went to church an hour ago with her teen, roommate, Megan. So are you learning Chinese? Yes, I started. 这你们两个字都念错哈。Started. 我没有纠正了。那 T-E-D 的念 T-E-D. A few weeks ago, I want to improve, but it probably takes some time. I know what you mean.English is second language. I made plenty of mistakes and bad habits at first. Now, your language skills are quite, 不是 quite, 不是什么 quick, 对不对? Quite sharp. My skills are still weak.How long did you spend learning English? Okay, many years. It takes time and I kept practicing. The hard work paid off, right? Your English is clear. 好的，英文是非常好的。So clear 就是很清楚的意思。所以他在讲学语言，刚好跟 Doris 住在一起。好的，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单字片语了。OK, 请说。Kept 后面 practicing.practice 维持练习啊 practice practice 去一家 ing practicing OK 好、哦、真的啊你少数啊很难找到这种老师发音还算可以的了 OK 哈、哦、因为现在很多英文老师自己发音都乱七八糟 OK 哈练功练功对好 dictionary 好了确定哦没有人要问来单字这样看起来我觉得到那个 I'm J 那句可以看一下 My brother and I live in the same building as 叫如同所以就跟如同跟那个谁 Doris 住同一栋，所以我跟谁住同一栋 ？I live the same building as， 所以 the same， OK， 一样的什么跟谁一样 ？OK， 比如说我穿跟谁一样的衣服，我穿的衣服跟 Jim 一样的是 Kodaka， 哎 ，Kodaka， OK， 哈 ，Kodaka 不是 Konica 吗？怎么变 Kodaka？冒牌了 ，OK 哈、huh? ，So I wear the same T-shirt as Jim. Oh, I'm so lucky or unlucky. 金衰啦，对不对 ？OK 哈，盖前港念 ，OK 哈、huh? ，所以这样会了吗 ？The same as 跟谁一样？是不是我跟 Debbie 穿同一款内裤？他刚在上厕所的时候整件落下来 ，OK 哈，没有了，开玩笑 ，OK 哈，好了，就这样了 ，OK 翻过来 ，OK the same 就这个句型了，我觉得稍微学一下，其他还好 ，OK so the same something as，OK 哈，跟谁住一样的 ，OK 好来，请看这个96 ，Thank you grammar 过去简单式，同学什么时候用过去简单式？其实过去简单式来讲，你们应该是学会了，早就会了，只是过去简单式跟现在简单式差别在哪里？我只要举一个例子，你可以跟我说出个所以来，就知道你懂了。各位同学，请看一下。Do you eat? Okay, breakfast. 跟 did you eat breakfast? 记住哦 ，BF 是 breakfast 的缩写。教文法就不想单字了，不要给我说男朋友 boyfriend 不是。你吃你男友吗？没有，或者 best friend， 你吃你最好的朋友 ？OK， 都不是。Breakfast 叫早餐。好来，这两句差在哪里？一个是 do， 一个是 did。跟我解释一下，什么时候用 do， 什么时候用 did？ 度是你有要吃早餐吗 ？did 是问你吃了没 ？did 是问你吃了没？对，吃了没？所以问他吃过了没嘛？很好，这个解释可以啊。啊 ，do 是问你怎样？要不要吃？要不要吃？要不要吃跟吃了没不是一样吗？哦、oh, ，对 ，Do you want？ 你要吃早餐吗？所以怎么翻？你看哦，
简单的东西你解释不出来，你什么时候用你不会哦。好、哦，所以同学解释过你就会了 ，OK 好、哦，那没有解释真的很难。Did you eat breakfast 是什么意思？同学举例这样子来讲啊、哦，今天 OK， Nico 啊哈，穿好衣服要冲出去了，妈妈已经做好早餐了 ，OK 好，假设妈妈做好早餐了 ，OK Nico 就冲出去 ，Nico 冲出去，因为他要跟那个同学一起早去走路去上学，好、哦，啊那同学不知道是男的女的啦 ，OK 好、哦，决定，搞不好不男不女，搞不好像那个。好，然后他妈妈，请问这时候他妈妈问你要吃早餐吗？上面还下面？下面哦。Did you eat breakfast？ 你是不是吃过了？为什么这么快就冲出去 ？OK， No， I didn't， but I don't need。我没吃过，但是我不需要，因为我急着跟我朋友去吃。这个是你吃了吗？这是你吃了吗？你吃早餐了吗 ？OK 啊，这个呢，各位同学，现在是表达的是一个事实，对不对？或者是一个重点，这两个字一定要记起来，表达事实或一个什么习惯。所以这是问你有在吃早餐吗？对，你有没有吃早餐的这个习惯？这个事实，所以 Do you eat breakfast 是哎，请问一下，你吃早餐吗？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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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eat breakfast. 我不吃早餐。I eat the brunch. 我都吃什么？对，为什么？因为 when I get up at 10 o'clock, 每当我醒来的时候都是10点了，所以我吃 brunch, 早午餐。我不吃早餐了。I don't eat breakfast. 因为我都起得很晚。请说。为什么？沾到尿吗？的口水。OK 啦，漂亮啊，那口水用你用舌头舔过来。哪会间接接吻呢？多好！我不要。OK， 好，不要，不要，不要，我会被人家说狼师，所以我不要。OK， 好，好，谢谢。OK， 这样懂了哈？概念是这样哈。现在简单事是问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啊？过去就是发生了，你吃了吗？你吃过了吗？所以他冲出去，妈妈一定问：你吃早餐了吗？OK， 好 ，Did you eat the breakfast？ 你是不是吃过了？为什么这么快就冲出去了 ？OK， 好啊，你吃早餐有这个习惯吗？所以 Do you eat the breakfast？ 先写简单哈，来过去简单式，过去事实、动作、状态、经验或习惯，过去式通常加 ed， 字尾之一加 d 就好，句尾是母音加 y， 一样加 ed， 这个字最常考，同学母音加 y。母音加 y， 你看哦，如果母音加 y 直接加 enjoy， 叫 enjoy 的 ，play 加 play 的，但是有一个字例外 ，s a y， 同学 ，s a y 的过去式是什么？不规则哦。那母音加 y 加 e d 不对哦，所以 s a y 要把 y 改成要这样 say 才，这是不规则，写在旁边好不好 ？say says say say s a i d s a i， 这是不规则，为什么？因为你看到母音加 y 嘛，对不对？就像这里想的啊 ，OK 哈，母音加 y 应该是同学 enjoyed 或 played 就好，但这个是母音加 y， 不行，不规则 ，say say said，OK，、okay? 好，字尾是子音加 y 就去 y 加 i e d， 跟我们那个去 y 加 i e s 一模模一样样，这里几个我就不说了。好，单音节必须重复字尾，跟 i n g 的一样 ，OK， 单音节重复字尾，我们以前学 sit 对不对？如果是 i n g 是重复字尾加 i n g 叫做 sitting， 那这里的规则也是一样，只要你是重复字尾加 e d 的 ，OK 好，重复字尾加 e d， 他这边举了几个例子 ，chat、jog、plan、stop， 还有 drop 跟 hug， OK 好，重复字尾的，那我可以用什么？同学还有什么？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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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比较多，那就 OK 哈。还有什么字尾 ？Chat 有啦 ，drop 我要取这里没有的 ，study 是去 y 加 ed， 我要子音母音子音加 d， 想想看，子音母音加 d， 子音母音加 d 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pop p o p， 这个叫爆爆米花 ，popped p o p p e d。OK 哈，子母子重复子音加 ed， 对哈 ，swing s w i n swing 这也可以哦 ，swing， 因为是这个是子音，这是子音，这是短音，好，子母子 OK， swing swimming swim OK swing 啊，可是哎，我在里面骗了，神经病，怎么有这个字？swing 怎么拼 ？swing， 然后呢 ？swing， 然后呢？
SW swing swing swan 啊 ，OK 哈、哦，差点被你骗了 ，OK 哈、哦，好来，同学没问题了啊，不规则变化，请看97页，来，不规则变化十倍 ，OK， 不规则变化只能司马迁了啦，司马迁知道吗？司马迁是做什么的？司马懿是三国时代得最后胜利的人啊，司马迁呢？司马迁的著作是什么？史记 ，OK， 所以不规则只能史记，没有其他的原因哦。来，我们来念一念不规则，来念念不规则，念一念就会。97页来最上面，我们念三态好不好？试试看，连 PP 都把它背起来。给我念一次 ，break broke broken， 值得哦。buy boat boat， 跟上节奏 ，come came come，do did done。Draw, drew, drawn. Drink, drank, drunk. Eat, ate, eaten. Fight, fought, fought. Find, found, found. Find, found, found. Get, got, gotten. Give, gift, given. Go, when, gone.Gone, gone, 不是 grown, 是 gone. 对，不是干，是口罩拿掉。Go when gone. Have had had. Keep kept kept. No new known. Known, K N O W N O. Okay, make made made.Make, made, made. Write, wrote, written. Say, said, said. See, so, sing. Sing, sang, song. Sit, sat, sat. Sleep, slept, slept. Speak, spoke, spoken.Spent, spent, spent. Stand, stood, stood. Swing, swing, swung. 差一点被你骗了 ，OK 好。Take, took, taken. Tell, told, told. 哦，对不起 ，teach, taught, taught. Tell, told, told. Wear, worn, worn.W-O-R-N 哦，那第三个是 Win, won, won. Write, wrote, written. One more time. Write, wrote, written. 这个哈 ，written. OK, W-R-I-T-T-E-N. 好 ，written. 好，写的三态。好了，你们没有办法背 PP， 我还是在念，但是一样哈，就把它背起来。OK， 好，三态同形，咔咔咔 ，put, put, put, read, read, read.过去是要念 read 哦 ，read 红色的那个 read，R-E-A-D， 同学，大家看这里，怎么念这句话？怎么念这句话 ？He read a book， 为什么？如果是现在是第三人称，一定会加什么？怕了是，一定加 s 嘛，所以应该是 he reads a book。我不加，表示他一定是过去式，过去式念念 read， 红色那个 he read a book。好，他读一本书，读了一本书。OK， 好来，过去简单式的直述句就是加 ed 就好了。OK， 做早餐，吃早餐，搭捷运没有搭捷运，没有搭就 DNG。OK， 好来，现在98页 right now， 谢谢。OK， 好，我不中间不休息，要上车我自己去哈，因为太久没有好好给你们上一些课外的东西，我赶一下进度。好了，来助动词 did do。Does 第三人称哈，第三人称不管，第二人称不管，通通用 did， 然后 did not 写成 didn't， 好 didn't 这样也可以。好，下面写出动词过去式，这是脑残题，对不对？很快把它写完。Talk 加 ed， 谢谢。Make 加 made， 对不对 ？Eat 就是 ate。Finish 加 ed，use 直接加 d。Write, wrote, W-R-O-T-E. Keep 要念 capital, do 要念 d, try, 去 y 加 i-e-d, tried, 对不对？好，加去 y 加 watch 加 e-d 就好 watched, chat, double t 加 e-d, chatted, okay? No new, if you knew,
KNEW， 这是不规则 ，No new norm，right？ 再来 help，OK，、okay, 好 ，help 在那个过去式是什么 ？helped，PT，PED， 但是念 pt。哦，一哦，蹦，哦一哦，哦哦，把那个四名五阿斗靠金个包赢，我那四名得钱，把那个那亏出，头一个出有几，我那是给工会，难免的出大事，喂我那，我好累哦，我现在嘴巴抽筋。Go away, W-E-N-T, put put, OK, 好 P-U-T, P-U-T, 累死了 OK, 欸我这可以不要写吗？可以齁，有没有哪一题你不确定的？当然前面都有齁，自己写哦，这是国中，这是超简单的 OK, 好了，一题是作答啦 OK, 好，这也许对于国中国一来讲稍微难，跟国一应该不会齁，那我们国一都很强，所以不需要教齁。好了，请看一题是作答 This morning 改善一样，刚刚轮到 Debbie 对不对？第一题 Miko, 一哎，不对，刚轮完了。对对对，一二三四五，哇 ，Nico 逃过一劫。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明天脱衣服。妈，妈 ，Hello Hello， 蹦恰蹦恰蹦恰恰，蹦恰蹦恰蹦恰恰，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妖怪。要不嘛 ，OK 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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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猴子吱吱叫，肚子饿了不能跳，给香蕉还不要，你吃大便好不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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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有没有影响你？睡啦。我现在在影响你的专心哦。当你哪一天会考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你很专心的考试，结果外面有那个选举的车，有没有？车到一号雷梦一票，车到一号，假设嘛，或者是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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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市长黄伟哲，我贪污 A 钱又不认真，但是大家还是投我。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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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啦啦。得了呢，哎，我两年后要出来选这一里的里长哈、哦，请大家投给我，谢谢啊啊！这里有票的应该阿 K 你们家跟爸爸讲一下，好吧？啊，谢谢。真的哦，我也是啊，我不是气到，我是因为补习班做不好，只好选里长。OK 哈、哦，好吧，选里长。好吧，这里有住维夏里的，应该只有阿 K， 阿 K 我确定是维夏里的 ，OK， 阿 K 全家投我，好吧，谢谢谢谢，跟爸妈讲一下，跟阿公阿妈住一起吗？跟阿公阿妈讲一下，谢谢，公文老师被出来算利丢，我知道啊，就要投我啊，就要改变啊，哦，要改变，好吧，你又说我老师不错。我把我们这一里改造成双语里，好吧。送你什么？不行，那个老师要用的。OK， 好，来第一题 ，Jim 来吧。Jim tells me about his pet. OK， 好，他跟我讲他宠物东西。This morning 就是今天早上就讲完的嘛，所以怎么改？怎么改？哇塞力！哇，手好痛。OK 哈，好，来 ，John tells me， 所以第一题还是要写 J O H N I tells， 今天早上 this T H I S M O R N I N G， 今天早上已经过了嘛？他今天早上跟我讲，所以这原本现在是 T L L S 要改过去式。同学，请问 tell 的过去式是什么 ？tell 的过去式刚刚不是念了吗 ？told 对不对 ？OK，Jim、okay, 你还给我加 ed 也怕有力气。OK，so、okay, told me about his， 聪明照抄嘛 ，a b o u t about his pet this morning。OK， 好，第一题结束，第二题来，第二个快点。OK 哈，来 ，Mr. Clerk teaches at that university every morning， 要改成 three days ago。T-H-R-E-E 三天以前突然好想吃霸王猪脚 OK 好 three days ago 好那个霸王猪脚就在屏东非常之好吃 OK 来吧
Mr. Clerk. Teaches 怎么改？过去式。D.O.你不行哦 ，OK 哈、哦，加油 ，OK 哈、哦、，at a lot，T H A T 是在那个大学吗 ？University，OK，U、okay, N I U B E 啊，不要骂脏话 ，University。Three days ago， 谢谢。第三题，错不可耻，可耻的是错还骂脏话。没骂，没收工就骂脏话，你知道会怎样吗？毒侠，漂亮。没收工就骂脏话，吼、哦，会失去特异功能，而且会头晕，失去性能力啊！不不不，没有，后面那些没有，后面那些没有。好了 ，Brian， 第三题，对 ，last weekend 很好，这里我就不写了。last weekend w e e k e n， 那不送分题吗？把这个字改掉 ，s t u t u y 加什么？对啦，这就是中文题，就不写了，好不好？第四题来，阿 Kiki。Good yesterday， 加上去把 doesn't 改成 decent， 送分。OK， 第五题 number one。OK， happy ending， 好不好？我们做一个快乐的结尾。So Rebecca， go。Tech。学姐发挥学姐的实力，哎哎哎，我真正给我们气死嘞 ！Rest month M O M T H， 刚刚都白念的 ，take took took take took taken， OK， so Rebecca took a trip to Europe， took took took， OK， 我真的快中风了 ，OK， 好来，过去式的简单跟问答，do问 do 答 ，does 问 does 答，定问当然就定答嘛，对吧 ？I did I didn't， 就这么简单。好，过去式的，那过去简单式的 WH 问句，通通都一样 ，What do you mean？过去是 What did you mean？ 那个时候，所以这里要特别小心。如果我后面接的是 you 的话，习惯不会念 What did you， 这会合在一起。D U 怎么念 ？You 就是懒的 you。OK 哈 ，What did you？ Did you？ OK 哈 ，What did you？ OK 哈 ，OK。所以你看到 D 跟 U 就念 you， 所以我们 W O U L D 是 Would you？ Would you？ Would you like 还是 Would you like？ 合在一起 Would you？对不对？好，我就像你们中文也是一样会连音嘛，尤其你们年轻人同学，你们年轻人很喜欢，明明三个字懒到不行，就喜欢把它变两个字，就这样，你们要想什么？对啊，就这样。我还听过一个字 John，J-O-H-N， 我说什么是 John 啊？他说老师就这样 ，John。没有，就 John 就这样，所以这个可以连在一起，知道吗 ？OK 哈，这个我们中文可以连，帅，对我知道，你看有人不爽摔水壶 ，OK， 就帅 ，OK 哈，好了，就这样 ，John，OK 哈 ，John，OK， 好了，那 WH 问句我也不多说了，应该可以。What did you? Where did you? How did you? Right? OK， 好了，翻过来直接写填充题了。OK， 题目很简单了。OK， 今天应该可以把它全部讲完了。OK， 好了，这边我来了，好不好？因为节省时间，我们一起。OK， 好，来开始100页，同学这一本快教完了哦，很棒哦，我们这个班可以进到继续往下一本了。OK， 开始。OK， important to you go to work yesterday， 所以你看他说 to buyMRT， 所以一定问他怎么去嘛，对不对？好，来补课的同学哈，把它写上去，怎么去 ？How？ 如何 ？How did you？ Right？ So how did you go to work yesterday？ So I 同学，我去，所以第二个 I went to， 是不是 ？I went to work by MRT。照理说加理会好一点哈。第二题，谢谢。不然 Sarah finished 什么 homework was an hour ago？ 然后是 yes no 问句，所以前面一定是问 did， 对不对 ？So did Sarah？原形动词 f i n i s h， so did Sarah finish？ Finish 我们都知道后面加什么 g？ A 肯德基， B 小鸡鸡， C ing。A 肯德基， B 小鸡鸡， C ing。
我们班没救了 ，OK 哈 ，Doing，OK 哈，好，谢谢，我们班真的没救了 ，OK，So OK，Did Sarah finish doing the homework an hour ago？No，she 没有，就缩写嘛 ，She didn't 第三题 ，OK， 好 ，She didn't doing it，She's still 她还在写啊 ，B 第三题 ，OK， 哎啊 ，I'm not feeling well， 哎、哦，我舒服不太舒服哎、欸，那个来对不对？那个流鼻涕来，不要乱想 ，I think 我已经感冒了 ，This morning 过去是 I had，OK，、okay, think like I had a bad food， 吃坏东西啦。Probably 也许哦啊你吃什么你那个时候吃什么 What did you eat? 啊你是吃啥我吃到死脆弱啊是不是 OK 第四题 Blend Alan and his family in before 圈起来看到 before 叫之前 OK 好啊 Yes no 问句之前就过去是 did OK so did Alan and his family 原型照抄 live in the Big Apple纽约就是大苹果的意思 Big Apple before 之前他们住在纽约吗、哦、大苹果就像台南原本叫府城高雄原本叫打狗请问基隆原本叫就是基隆只是字不一样、哦、就是狗狗给的给基隆那个龙 OK 好、哦、好啊台中原本叫嘉义原本叫你看看云林原本叫蒙甲是台北的一个城市叫蒙甲 Manga 你看台湾历史地理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在那边大概错嘉义原本叫喷水因为喷水火鸡肉饭台中呢台中原本叫太阳饼因为台中最有名太阳饼你喷出来你就完了，你喷到我就死定了。我会去大便然后喷你，啊啊！花莲，花莲以前叫莲花。OK， 好了，不要理我，快点，别上不完了。第五题，谢谢。好，第四题，哦，对不起，第四题还没完。OK， Did Alan and his family live in New York before? No, they didn't. 他们没有，有 no 就是第一次缩写。They live.Lived 过去式哈 ，They lived in the Washington before. 他们在华盛顿，华盛顿通常叫 D.C. 嘛 ，D.C. 就是那个直辖。OK， 好，就是首都。OK， 好，美国首都华盛顿哦。OK， 台湾首都，台湾首都上海。我跟你讲，来。讲历史讲来如果你认为台湾现在台澎金马是中华民国另外一个叫沦陷区的话我们的首都是台北如果你认为中国大陆目前是西台湾也就是我们整个叫中华民国首都应该在哪里中华民国首都应该在哪里不是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再猜注意哦基隆台北新北零二桃竹苗零三中中彰零四云嘉 OK、啊、不不那个南投零五云嘉南零六高高屏零七屏东零八对不对手机零九同学台湾的号码是这样编下来的啊零一在哪里有零一哦在哪里中国哪里中华民国的政府在哪里首都经济啊差一点对啊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临时政府设在南京所以零一是南京只是打不会通啊南京最好有我们啊那个只是假设南京现在在大陆我们只是骗自己我们还在那里而已啊宪法骗自己还在那里啊其实我们有在那里没有已经沦陷了、啊、所以叫做沦陷区啊中华民国沦陷区啊就被中共拿去了、啊、历史很有趣好不好我历史超强的 OK 哈所以你看南京啊不会有南京所以我们电话是没有零一的从零二开从北到南啊我们的手机通通零九开头你会是这样的哦不然为什么我们手机要零九对不对零九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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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手机零九零八屏东零七高高屏，对不对？哦，对，可是屏东跟屏东市还有屏东县 ，OK， 好，然后再来云嘉南中中彰中中中中彰南投 ，OK 哈，这南投中中彰 ，OK 哈，这就是桃竹苗，这是台北哦，北北基零一真的是南京 ，OK， 只是没在用 ，OK， 好了，第五就这样 ，OK，I、okay, like your shirt， 我喜欢你的衣服哎 ，OK，Where、okay, 你在哪里买了啊？已经买了嘛？对 ，Where the主持 your where did you buy OK 啊我买 thanks I B-O-U-G-H-T 过去是 I bought online 我网上网路上买的 OK 好来现在简单式跟过去简单式刚我已经讲过了哈现在简单式表示的是事实跟习惯过去简单式是表示过去瞬间发生的动作啊刚刚我已经讲完了这边给你写好这边给你写我要知道你会不会 OK 一样刚刚轮到谁刚轮到谁第五题是 Miko 吗？不对啊，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好 ，Miko， 好 ，Miko， 第一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OK， 赶快写哦 ，OK，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快点，快点 ，Cynthia， 赶快进来，赶快，赶快，赶快，你第三题跟第几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九。你三九三九快点快点 哦其实我跟你讲我除了教英文我教历史地理应该也很强不然我来读一读我来教你们历史地理好了我国文不行奇怪我读文科但我国文不行公民我超强我强到像你们高中的公民都是经济学我那个人家只是忘光了我以前学的是超强全班几乎每次都考全校第一我历史地理真的很厉害 OK 好、哦你们竟然都不知道历史地理很强举手这里历史地理自认为历史地理很强这样、哦、真的很强对啊你知道的跟发生的都不一样果然是改写历史真的也可以啦 OK 好就像金庸啊金庸就是根据历史写出了几部小说而且畅销到现在对吧他死了还是畅销然后那个拍戏已经不知道拍几部了对不对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鹿鼎记这些都是神雕侠侣这些都是哎、欸、超好看的我以前高中超爱看然后为什么会好看因为它都是根据历史来写这些武侠小说了对不对射雕英雄传 OK 好那我最喜欢的是天龙八部因为天龙八部最扣人心弦因为天龙八部讲的是金宋的那个对不对然后啊丐帮帮主那个什么那个萧那个什么的丐帮帮主萧什么风啊哎萧峰不是是萧峰对萧峰啊对不对哇一柱一柱抗降龙有悔啪打出去全死 OK 那招很厉害天龙八部然后降龙十八掌对不对 OK 啊鹿鼎记也不错鹿鼎记讲的是那个反清复明里面最有名的就是韦小宝他是双面间谍他被天地会派去那个皇帝手下当间谍又被皇帝派去天地会陈近南当间谍 OK 好英雄不是陈近南 OK 好好吧对平生不是陈近南号称英雄也枉然所以陈近南输谁输谁不知道 OK 算了 OK 好好陈浩南啊铜锣湾的扛把子算了没人看古惑仔不知道 OK 好跟你们聊天很累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OK 那不知道知道什么你们只知道好第一题来 Miko OK, it's usually rains. 现在哦，事实嘛，跟你讲哦，春天常下雨。谢谢，好，加 S 第二题来，没有 offer. OK, 好 ，it rained 加 ed 哦，上个月。好，第三题 ，Gary 连这个都不会 ，Gay 的哥哥 Gary。啊，arrived。Arrived, arrived, 不是 arrive, 是 arrived, 加 D 就好了哦，谢谢。第四题
A new student seller wears， 对，加 s， 它是一个事实哈，很少穿，它频率嘛，加 s。来第五题。对 ，WORE wore，OK，、okay, wore a uniform last week， 过去式啦。来，那个 Debbie， 来哦。OK， 你都已经说他从不穿了，对不对？表示他是一个事实吧？而且有 always， 对不对？有 always， 所以应该用什么？他总是不穿嘛 ？Don't， not， 哦。天啊 ，the student student， OK， 不管是不是我还不他不穿，而且总是穿 always， OK， 所以第三人称单数 doesn't， OK， 好 ，doesn't always 不总是 ，OK， the new student doesn't always， OK， wear a uniform to school， OK， 所以用 doesn't 啊，第三人称单数啊，来 ，Miko 第七题。OK， decent 哦，为什么是用 decent？ 因为后面有 yesterday， 所以 D I D N 点 T decent wear， 这样会了吗？这样会不会事实跟习惯，还有有过去时间的 decent decent wear？ 第八题 ，Every morning， 给我小心，每天早上是问习惯，对不对？所以用 do did 还是 does？ Yeah， 第三人称用 does， 所以第八题 does Nelson。所以呢 ，Does Nelson？ Good， OK， 谢谢。下一题第九题 ，Cynthia， 你不可以错。学姐不可以错。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过了，所以 ，Good job， Nelson。So did Nelson？ Good。谢谢第十题，最后一个完美结束。Brian， 小心哦，这一题。再一次 ，Mandy， OK， 基本上对了，但是念清楚一点。各位同学来，你看第一句讲的是 many usually， 只要看到 usually， 它那个是指通常频率，所以是一个现象，它是一个事实，所以同学要什么 ？Bus， 对啊，第三人称代数啊。Many usually bus breakfast at the convenience of bus. She 上个礼拜自己做 made。过去式啊，对不对？哦、oh, ，meet， OK， breakfast last Sunday， OK， 好，来，三花的讲法应该会了哈，三花的讲法，来，笔记抄完，笔记抄完，还有呢，开什么玩笑笑 ，OK， 这边今天这个教完，你们可以考速速喽 ，OK 哈，太棒了，三花，我直接给你笔记叫四花，四花好不好？来补习就是要学多一点，第一花人当主持加 S P E N D。谢谢 ，OK。另外一个叫做 A S T E， 上面这个字叫花费，下面这个字叫什么费？狼心狗肺，没有叫浪费 ，OK 哈、哦，浪费哦 ，OK。上面一个是花费，下面浪费，只能人当主持哦。啊，人当主持可以花时间，这个是时间或者是金钱，可以吗？加两个，一个 on 加名词 ，in 可以省略，研究所才考加 V I N G。报告完毕，这样可以吗？我花费两个小时来跟雷蒙学英文。I spent 2 hours on English class. I spent 2 hours learning English from Raymond. Spent 的过去式是 spent 加 t 哦 ，OK？ 这个 west 加 d 上去，这是换 t 哦，这样会吗？好，不讲话。第二个，你可以用 it 或者是是或者是 who 当主词，加上 c o s t。A cost 加上 somebody 某人的意思，不要再给我讲傻逼。Cost 一定是 it cost somebody 多少钱钱 to do something。OK 哈，这一台车花了我200万。The car cost me
$2 million, 或者是 It cost me $2 million to buy the car. OK 哦，这就简单。第三题一样 ，It 或者是是或者是 all 同学加上是 T A K E， 第三人称单数加 S 哦，第三人称单数加 S 就不讲了哈，加什么 ？Take 加的是时间，那一定是花了我多少时间？比如说 ，It takes me somebody 加的是时间，时间就是花时钟 ，to learn English from Raymond 跟雷蒙学英文，花时间，花钱。一个用 cost 花钱 ，take 花时间。第四个是花，一样人当主持 ，pay 同学可以付谁多少钱钱 ？You pay me 啊，这个谁可以不要写 ？I pay $2,000 for something， 为了什么？比如说 ，I pay 100块买香蕉 ，I paid $100 for banana。Right, banana, banana way,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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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banana way. 被口水噎到。好了，我们这边题目讲完就下课，笔记再给你一分钟，赶快写哦。哦，到这边了 ，OK， 谢谢。这边不用看了，自己回家看。我笔记看完就很厉害了哈。See how long 问花多少时间，通常是这样哦。同学有教哈、哦，两个都要教。How long 加助动词嘛，啊，另外一个是 how often，O F T E N。对，如果 how long 叫做一次怎么样，多久，很棒啊。How often 叫做多久怎么样，一次，对。一个问的是时间，一个问的是频率。比如说 David， 你一次都打多久？这样就可以结束了、哦。对啊，因为我们才知道。我知道啊，我知道。哇，真的、哦，人家拳击都三分钟哎，噔噔噔，三分钟。我知道啊，他们打这边快，速度这边快，一定都有在那种。为什么没有 Rosie 的尖叫声？对啊，好像闹不起来哈、哦。OK， 好，再叫一次多久、哦、啊 ？How often？ 啊，你都多久打一次？一两个月就比赛一次。好、啊、，OK， 好。我知道你很快 ，OK， 好，好，往下，你很容易就赢了，一踢就赢了。Hello， 腿特别长，对不对？好了，就这样了。来，请看下面题目，讲完就下课。OK， How long does it 同学to learn？ OK， 所以 How long 时间 take 花时间用 take 哦。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learn a musical instrument？ Musical instrument 叫乐器，因为 instrument 叫器材，所以 How long does it take？哦、花时间、哦、How long How long long 就时间嘛。好了，第二个 Well it depends， depends 荧光笔叫不一定，因为 depends 要仰赖，所以 it depends 要看了，不一定。 It me 然后怎样怎样怎样， I was 有没有看到 When I was 把 was 圈起来，从后面去判断了。所以同学 It took me 他花了我，因为很明显我知道这是过去式。 It took me a long time， it 出现 to play， 只要看到 it 就 play， 有没有 it to playIt to play, right? So it took me a long time to play the guitar. 花了我很长时间去弹吉他。When I was in high, was 圈起来哦。为什么？因为有 was 我才知道这过去式，过去式我才这样判断，好吗 ？OK， 继续往下走。来 ，Really 真的吗 ？My brother many weeks. OK, the drum last year. 所以你看 ，last year 是去年，所以他花了几个礼拜的时间。My brother 是人当主持，所以应该是 spent spent。为什么？因为去年哦，花费。He spent. My brother spent many weeks. Spent many weeks 是将 ing 叫 learning learning lonely 加哦，都没变哦 ，right? So many weeks learning the drum last year. 去年一定过去式在这里。那过去是 learn, spend many years learning, spend many years learning, learning, 这样可以哦。好，继续往下，第四题。好，要跟上哦。The drums and the guitar are very difficult. 哎，打鼓跟吉他都很难，的确，乐器没有简单的啦。OK, 乐器都难。OK, which one do you want to learn? 啊，你要学哪一个 ？I spent a few minutes. OK, 我花了一几分钟。OK, 然后试试看。来，花了，在这里。
我花了几分钟试试看 ，trying， T R Y I N G， 所以这个背起来就会啦。spring 后面加 ing 嘛 ，I try a few minutes， 再 I try a few minutes，OK，spend、okay, a few minutes， 哎是 try 是 ，I spend a few minutes trying， 在这里 ，OK，so、okay? trying both of them，I still don't know， 我还不知道。啊，我了解 ，I understand. It can some time to decide. 啊，总是要花一些时间来做决定。Spend a few days with each of them. 花几天 ？OK， 好。So it can， 它可能会花上。啊 ，can 是助动词啊。啊 ，it 是对不对 ？it 是花时间，请问是花时间对不对？啊，花时间是 cost 还是 take？ Cost 还是 take？ 刚讲 cost 是谁？这是钱还是时间？谢谢。你啊嘞，你是第五个跟我这样讲的。每次老师啊，这两个可以互通。我说嘛，因为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时间，所以可以互通啊，就通，你通啊，你通啊，你通啊，你就通啊，你考试就这样通，不想管你。再见了。